孕妇贫血吃什么补血最快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张恩娣，西北妇女儿童医院陕西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。我们一个是食补，在我们药品的话就是补铁琥珀酸亚铁，就是这铁剂这一类的，人大部分都是缺铁性贫血引起来的。从我们药理来说，它都是有一个正常的量你按说明药品说明就可以。我们的药品说明吧，它就是按这个最安全的量范围不是就是过高过低的那种，这个就是我们按那个说明用就可以。只是你贫血厉害，我们需要延长它的疗程，至于它量是正常的。